整个大殿之内都是爆发出冷嘶之声，不光姬氏震惊地看向了雷姬，同是六星斗神，但似乎雷姬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一拳就将对手给击退。星生，你退下，也没时间和他们浪费，便由我出手解决吧。千雪的面色顷刻阴沉了下来，连足向前踏出，且磅礴的元气自其身上爆发开来。赫然间，整个大殿内再度是响起了一片哗然之声。看着千雪身后那磅礴的元气星辰海，就连一旁的左天禄也是不由得微微挑眉。5000万的元气底蕴，没想到竟然还突破到了七星斗圣后期，难怪这么自信。左天禄也是看着千雪秦笑道，萧炎眼睛微眯地看着千雪，雷姬懂事地往后退开，千雪的目光锁定在萧炎的身上。众人皆是一惊，在他们眼里，雷姬才是三人中的最强者，一个五星斗神估计千雪一掌就能将其拍死。哼，你是来送死的吗？千雪看着萧炎冷冷说道。差距的确有点大，不过能不能打得过试试才知道。萧炎嘿嘿一笑，这么严谨的战斗在萧炎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一般。面对众人都为之震慑的千雪，萧炎始终面色平静应对，完全没有一丝惧怕之色。七星斗神后期这等实力，即便是放在南陵虚无任何一个虚无海中的上等界空里，那绝对都是顶级战力，更是属于老祖一般的存在了。五星斗神虽然也不多，但比起七星斗神，显然两者在比较下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，数量也是如此。七星斗神并且是后期，这等强者足以令任何一个界空都要忌惮三分。千雪眼神一沉，不知道萧炎从何而来的自信，但萧炎那平静的表情却是让千雪怒火中烧，当即便是直接冷哼一声，磅礴的元气微压便是朝着萧炎席卷而来。这可比之前遇到的对手都要强，小心一些。雷姬也是在萧炎耳边低声道，毕竟萧炎行事疯狂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让雷姬也是不由得心生忐忑。尽管每次都化险为夷，不过每次也都是让见过大世面的雷姬都心神一紧，实在是没办法彻底放心下来。萧炎微微点头，身形依旧是笔直而立。面对其5000万的元气威压，萧炎400万的元气星辰也是扩散而出。看着身后涌动而出的元气底蕴，周遭便是传来了一道道嗤笑声。在他们眼里，萧炎这简直是皮肤汗术。此人的元气的确有些诡异，虽然气息只是五星斗神巅峰，但实际上能够爆发出来的元气底蕴恐怕媲美六星斗神。其中也是有一部分眼尖的人看出了萧炎元气底蕴并不简单。那又如何，东胜界的千雪七星斗神后期，这等强者我说是六星斗神，即便他是七星斗神恐怕也未必能敌，也不知晓此人哪里来的自信。千雪看着萧炎身后对比之下完全不可比拟的元气底蕴，千雪美眸微凝，强大的元气威压朝着萧炎笼罩而去。如果仅此而已，就凭威压你都承受不住。千雪冷哼一声，来自七星斗神强大的气势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，令周遭不少人都是感到胸口一闷，纷纷目露惊恐地往后倒退。千雪注视着远端伫立的萧炎，在其威压之下，萧炎的身形明显一沉。千雪嘴角冷冷一笑，
仅此而已吗？那就把古藏风玉给我交出来吧。浅雪一声冷喝，其身上蓦然冲出一股强悍的寒流，朝着周遭席卷开来，最终朝着萧炎笼罩而去。在浅雪眼里，萧炎现在连行动都变得困难，他一招就能将萧炎给直接抹杀。浅雪的身形迅速临近，霸道中带着些许漫不经心，他或许没有将萧炎放在眼里，毕竟一个五星斗神也的确难以引起他的重视。浅雪的身形迅速临近，这一切看起来已经盖棺定论。不过就在此时，看起来似乎被浅雪威压给压制的萧炎蓦然抬起头来，嘴角上扬，身形猛地下沉，拳头更是收于腰间，五指收拢，火焰、灵魂之力、元气、六欲之力以及轰神臂，五种力量交织在了一起，萧炎眼神中也是杀意涌动。七杀镇神拳，一声厉喝，面对呼啸而来的浅雪，萧炎一拳轰出，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顿时在萧炎的拳头之上轰然爆发。浅雪也是为之一惊，这才明白萧炎不仅能动，似乎并未受到其威压影响。浅雪也是面色一寒，一抬手，身后磅礴的寒气也是凝聚成了巨大的玄冰掌印，和萧炎的拳头生生碰撞在了一起。两者对撞，爆发出惊天巨响。不过就在两者还在碰撞之间，萧炎的身形化作了道道残影，手中的八荒玄重尺赫然浮现，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了浅雪的身后，一尺当头劈下。浅雪显然不是吃素的主，手中一柄冰蓝色的寒冰长剑握于手中，面对萧炎呼啸而来的巨尺猛然落下。好在是大殿足够广袤，因此两人在大殿之中直接爆发出了凶悍的激战，金铁碰撞之声响彻不断，漫天的尺影和剑影疯狂交织碰撞，竟是一时间你来我往。最让众人震惊的是，原本的碾压之姿这时却是丝毫不落下风。隐藏了实力吗？浅雪一剑震开萧炎，面色阴沉地看向了萧炎。此刻萧炎身上原本只有400万的元气底蕴，赫然暴涨到了2000多万，加上本身400万的元气底蕴，能够翻倍爆发。萧炎加上石绝妖炎提供的元气底蕴，几乎达到了3000万。之前或许是碾压，但当萧炎元气提升上来的时候，浅雪想要一击抹杀萧炎便是再无可能。毕竟萧炎元气底蕴直接提升，堪比七星斗神中期了，这样的实力浅雪也不可能碾压。更何况萧炎连番的出手，惊人的战力让浅雪都感到心惊。他不知晓萧炎是如何做到的，但瞬间就让浅雪不敢小觑萧炎，面色变得沉重起来。至于下方的顾傲和拒绝，皆是冷嘶一声，他竟然又变强了。